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在中国棋院进行的这个中方对局时，因为呢，现在呢，这个由于现在特殊形势啊，我们就经常能看到中方对局时、日方对局时，还有韩方对局时，啊，这不个过，谢科，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世界大赛也是中国棋手也能碰面嘛。中国棋手对阵中国棋手，坐在一个那个对局室里，然后都是对着电脑呢，不是这哪个？啊，如果中方自己的棋手对阵的话，是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现在的那个流行语"面棋"，不是有。面对面没下的。有的比赛就是那个前阵子的这个什么对，也就是中方棋手对阵中方棋手，两个人呢，也用电也脑那下个吗？隔着桌子，但是呢是对着电脑下，那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画面，这就是，是这样吗？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都是像是墨百合啊这些世界对，赛都是面对面下，只有没对上这。日韩棋手才用电脑。不，在也有，你可以回忆一下，去年哦，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哦，对，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不是还下过那个围甲的网络赛呀？就是这些，确实也都是在电脑上。好，我们还是相信大家就是更关心这个这盘棋吧。那个因对，为呢，因为谢科，赵晨这宇是你倒可以打下开了，了啊，然后呢，就特别希望谢谢科科能能够够晋级决对。赛。而且谢科现在就是势头很猛，10天前还10天还不到十天了，对啊，就是孟百合对就，刚刚打入了孟百合的决赛啊。是。那么今天如果能赢，又一次打入世界大赛的决赛，对。这个风头可能就直追柯洁了。这个是应该来说一下子进入两个世界大赛的决赛，这个风头肯定是直追这个柯洁了。是啊，而且2000年后的棋手还没没有有得得世界冠冠军，军呢，所以呢，这个谢科能不能成为2000后棋手的领头羊，这两站很重要啊。领头羊现在是当定了，就目前是当定了啊，就是说，但是能不能拿到第一个2000后的世界冠军啊，这个是。就当然现在看是希望很大了，一个决对。赛在手，另外一个还差一点点，对，就只差一点对，点。但是呢，如果啊，您说这个谢科是2000后的领头羊啊，那像丁浩啊之类的，我想他们这应些该棋是手肯定不太答应。但是毕竟还是得看这个，看成成绩绩，说话啊。因为对。他等级分呢，并不是领头羊，等级榜样是李维清最高啊。哦，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丁浩的成绩一直特别好，因为他对柯洁的胜率挺高的，而且他也经常赢柯洁。但是他好像是我印象中好，本来是丁浩最高，好像是被这个。李维清给反最超近了。反超了啊！不过当然了，这些都没有意义啊，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还有一个00后的申春旭啊，是。这个是就是说，看看他很强，但是我们呢，集体作战人很多啊，看看哪一位能够冒出来和至少，不敢说超过吧，至少争取能能够和跟他他抗衡，是吧？好，然后走一个啊，伊利寮呢也打票是，手下，第一盘呢，和赵成宇有点相似，也是非常可惜啊，就是说他这个在优势局面下呢，就是后半盘这个是下得不太好啊，当然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的毛病，日本棋手的相对后半盘啊，他总的是软一点，稍微差一点啊，差一点，再第二个呢，他也是就是就是说。用时啊，就是说总是掌握的不太好啊。这个对日本棋手，特别是确实是很困难。他们本身日本的棋赛时间就是对，时很间比较长，长，对，他习惯性的长考。有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来说，哎，这有什么好想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哎，再确认一下啊，再确认一下。那么有时候这个时间啊，就是说，就白白的，就是说，花掉了。不过呢，现在呢，这一批新的日本的这种小将们吧，他们好像下的也还算是比较快一点，还是快。因为毕竟呢，这个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他们这时代啊，他们也适应了，所以呢，他们也经常会在网络上
对，下棋、嗯嗯、不过算是相比于中国韩国的年轻棋手呢，他们还是显得稍微慢了一点，就是行棋的节奏上的时候肯定是要 慢，因为他们本身主要他们还是跟赛制有关系、嗯、他们这个国内的比赛时间都很长，是吧？还有5个小时的，还有什么8个、还有2日制的，两日制的是8个小时的、啊、这个是，所以说这个还是有点关系，难免是。不过伊利辽是其实是刚刚就是输给了谢科，把谢科送进了孟百合的半决赛、嗯、然后呢、嗯、谢科又自己又再进一步进入决赛、嗯、那看看这个比赛是不是他又把这个谢科又送进决赛。对，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嗯、就等于说呢，伊利辽在孟百合打进8强，对，应世杯打进4强，这已经是近几年来说日本棋手最好的成绩了。对、嗯、偏偏都对上了谢科、嗯、就是说，那么如果今天伊利辽再输了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苦手了、嗯、是吧？对啊，嗯，这个就只能说是苦手。当然如果说能在这个翻盘赢了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对，那么现在点这个，这都很普通了，这是、嗯、这是最正常的了。是，然后飞，然后白棋就顶了8，然后呢然后再飞一个飞呀、啊。白棋呢就简单的选择了爬啊，没有在这里呢，谢科好像都选择了一个简明的下法，就是说在这个定式也是，比如说你飞这个呢，我可以拖，是吧？你搬了我再顶。那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变化。那么先顶了班呢是简明的，那这个地方呢，当然白棋也可以冲断啊。那么如果冲断的话呢，这个呢又会变成一个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定式、啊、个定式。这个定式现在好像有、嗯、都有直接贴下来的，以前直接以前是碰一个。 对, 对，现在它肯定是直接贴，贴了以后搬，对，然后再打了跳啊，这个就会又会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对，这个具体的好坏我也就是说没有仔细研究过啊，反正肯定就是说很复杂。不过谢科呢今天好像都是相对选择了一个简明的方法啊。现在我这个又出现了一点小故障，又得现在等于是白棋这个又是爬啊，谢科选择的就是说简明的下法呢是爬一个啊，然后黑棋长是必然的啊，这个只能长，他是选择了爬完以后呢这个飞啊，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的一个定式，是吧？最早我们有爬了再跳出来、嗯、又直接跳出来，直接跳最多，但是这个飞好像也是电脑推荐，对、这个、也就一年左右吧，大家使用这个定式，这个反正时间多长我倒是没什么印象，因为去年这一年过得是有点这个不太一样啊。对，这个是当时就是说反正以前反正这时候人呢，反正人类下的都是这么下的啊。是，就是但是呢电脑上的就是强烈的推荐的是飞、哦、他认为没有任何借用，是吧？因为跳的话我会有这个拖、对，那这个我现在是不是现在肯定是拖不进去，对，就拖不进来了。嗯，他就觉得可能是更厚啊。那么现在这个棋手啊，也就是说是更选择小飞的是更多，是选择小飞更多。我们的这个鼠标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然后还得请编导给我们。然后现在黑棋飞弄一下，黑棋飞着的，当然是想压缩一下这个白棋。对，这白棋好像也没有冲断的、直接。白棋目前直接冲断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过分啊。应该黑棋也是不怕的，要怕的话他也就不敢这么想。黑棋可能跳一个，是吧？
那我就尝出来，你尝尝出来，这个地方要不要一会儿定义一个？反正你尝出来补一个吧。这个等于就尝出来以后补一个，嗯、你盯着补还是煎？那他那反正煎顶一个吗？嗯，不知道你怎么补好，反正就算普通的这样吧。就是说，那他就出来。这个作战好像是，黑棋没有任何的害怕，嗯，没任何的害怕，嗯。那么所以呢，直接冲断了，稍微有点过分啊。但是说，当然呢，这个爬呢也不能轻易去爬。嗯，是吧？这个爬二路是典型的熟手。对啊，爬人家就跟着长，肯定是对人家最没威胁的一个下法。这个、所以呢，这个棋呢，普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尖一个也可以啊，就简单的尖一个。嗯、反正黑棋搬的话呢，搬白棋就硬吧，搬到挡。啊，那就粘上。嗯，粘上啊，黑棋大概补一个啊，这一带好像也有啊。直接挡的话呢，反正白棋就冲一下，以后呢随时。瞄着这个段啊，他就直接补一个的也有，反正就是这一带，不知道。因为与其都想落个后手，为什么不把它压上？压一个也可以了，就是说，这个都是反正这一类的啊。嗯。那么实战呢，谢科是选择稍微，想效率高一点的啊，但是飞在这，点一下。哦，如果黑棋能这样帮他走一个，那是最好的。希望你帮我走一个。对。帮我走一个。这样他觉得可能这个子的效率呢会比这个子呢要高一些啊，对，但是也不好说。实际上这个是因为这个，这个呢，反正就是这样吧。就等于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子哪个效率高也不是很好说，这个意思。这个子对外面好一点，这个子呢至少看上去是实惠一些啊。然后这有木手，然后还瞄着他的这些什么以后嘛，我刺啊这些都总是先手。这个就好坏难说吧啊。然后那么黑棋呢也走得很厚实，贴一个、啊、这个好像黑棋也没什么办法是吧，也只好是这样贴一个。对，然后他爬、爬，这个倒是应该来说是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啊。补一个，然后下一步一飞啊，这个有点天马行空的感觉了啊。是，走在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好点啊，也是一个好点。因为反正普通一点呢，就是习惯性的呢是先刺一个，那总感觉上是不会亏。搬一个搬就粘上吧，你就粘上吧。但是感觉上不会亏，但是也一下子也说不出便宜在哪。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呢，也一个呢是这个明显的可以压消他的这个模样、这个啊、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也间接的呢加强自己，因为这个地方不走的话呢，黑棋由于这里很厚了，是吧？这个就是说一加过来，对，马上呢就要对你这个产生威胁。但稳健一点呢，或许会棋手会走在飞一个走在这一带，小飞可能有点远，或者拆二，反正说反正这一带走一个呢，当然也是一手棋。只不过是由于这里有个二路漏呢，不太可能对，就觉得没走着东西，会小飞或者大飞啊。嗯，这一带的这个，那实战呢，它是追求一下效率啊。是飘一个，然后煎一下，这个是新手，这是挡上。然后一粒疗呢下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对啊，它这个下的还挺凶的，因为它什么？它首先啊。这个地方双方都很想干一件事，就是白棋走这个会非常想干一件事、对，点一个，先点一下，这个是白棋就是蓄谋已久的啊，就是说你在上面走一个，那他就立马点一个，这时候呢黑棋没法反击，只能粘上、那么点着一下呢、这个心情就是说是非常的这个愉快啊。对，这个形状看着还这个四连飞，不，他可能还先点这一下。是吧？然后再点这一下啊，这到时候再什么再走一个又来、又便宜你一下呗。这个形状看着反正是挺优美的。这样的话，你这块棋显得有点很尴尬，很不舒服，对。所以呢，黑棋啊，在你白棋点之前啊，他先点你一下，现在要给你反击。这白棋只有对硬住，然后黑棋再一靠啊，这个连贯，组合拳还是下的，我觉得是挺舒服的。
这个白棋有点没看懂。嗯，看不看懂没关系，先看形状。我觉得黑棋的这个形状也很怪异，怎么就靠到白棋的这儿了呢？先把你形状弄坏，就是先把你弄成一个。那我可以不走这儿，我走这儿怎么样？走这儿的话，他是不是你这个还是得粘回去啊？他现在先藏一下，你这个形状。我就不太想粘回去，比如说我搬呢？哎，搬你上面能成功吗？欠的一个。我在想，我是搬这个还是粘这个？如果粘，粘肯定不肯，粘被子一立，我就不走了。我肯定不粘啊！我拐头。他还是迟早要逼迫你把这个粘回去，粘回去就不舒服了。嗯。或者他就单立这个也行，就单立这个。单立我肯定，我就算打一个。我也不想粘，那我跑你有可能加单，这个，不我先飞吧，那就脱线了。但这个是后事嘛，表示怀疑，这个是这边一藏的话，这块棋到底是后事还是孤棋，这个是。所以呢他现在团这个形状我觉得不太好看，确实自己走一个那个弯三角，大家都说的这个鱼形。但是他呢也可能也没办法，就有可能啊，如果说是顶到头来还要粘回去的话，那肯定就那我肯定永远不能再粘上了。我既然顶了，我就不能再粘。他就可能还是有点担心人家的，就是说这个这一代的这一类型的下法，单长还是单立啊，或者是直接连扳等等啊。这个反正也反正让你挺头疼的。哦，因为我总觉得刚才您不是说形状吗？而且，啊，日本棋手啊更讲究形状，你下成这样的一个形状，他觉得很舒服。对，他肯定舒服。不，谢科呢可能也觉得就是如果那样的也。嗯，就因为，但是他走完这个以后呢，他以后就不会粘这个，嗯，他以后呢，对，他是想这样补这个棋形，嗯，啊，补这个棋形，那总比这样的强多了。对，那肯定不能走成这样。所以呢，他藏了一个，那么黑棋扳，这个几步棋，我觉得伊利辽还是下的非常的漂亮啊，充分显示他的实力。其实是，这个日米棋手啊，嗯。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吴老师，我觉得黑棋好像这个下的这个方向很奇怪，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嗯，这个哎，这个转播的不是这盘棋啊。这个我们要请导播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观众们，这个有一时有点这个，我们这个应该是的第一盘，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啊，这个非常抱歉，这个，给大家回顾了一下第一盘的一个片段，这个非常抱歉，这个我们由于这个标的失误啊，这个我们得赶紧还是进入这个正题嘛，那就是错小目和新小目。点三三，长，然后飞一个，飞，挂角啊，刚才第一盘，这个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是，那这一盘呢是伊利辽的白棋、啊，在前面呢，这个谢科是。第一盘我们说了黑科是逆转胜啊，白棋的这个黑棋前面的这个布局呢也是下的不错，那么现在呢白棋挂完以后还是选择飞啊，和刚才那盘棋呢是一样的啊，和刚才那盘棋就是说飞完以后这个刚才就申正旭和那个赵晨宇的那盘棋，这是飞啊，他们也都是飞，所以说呢，现在高手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你也别想太多了啊，也都是什么飞压的大飞啊、加一类的，反正你就是不动脑的，就是说飞两下再说啊，就看看黑棋怎么硬啊。啊，那现在呢，黑棋选择的是跳啊，因为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呢，因为这边黑棋有发展、有价值啊，他就会选择这个跳，然后再压一个压啊，白棋呢就直接压。黑棋挂角，脱先，然后白棋脱退，
然后拆一个，拆一个，嗯，这样的话都是很普通。现在是白棋班，啊，这个是，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点三三之后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定型，嗯，靠一个，靠一个，现在。这个黑棋呢变招了啊，这个普通的呢，啊，肯定是冲，啊，然后他断，然后他打吃，打吃这个或者是打吃那个，啊，打吃这个，打吃或者是这个，啊，嗯，现在可能普通点就算打吃这个吧，你走这个，然后黑棋打，打完了尝一下，然后白棋我们就拆一个吧，啊，这个先保留，可能就拆一个吧，这样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普通的是，嗯，当然。双方也都能下啊，那么谢克现在呢选择了一个变化，这个呢倒是稍微少见一点啊，这个倒是他实际上是吃这个，直接吃，嗯，然后他吃一，哎不，他就直接粘啊，不能吃，吃他就可以冲了，哦，啊，他是对直接粘啊，直接粘，然后呢再分个头，这个选择呢稍微就是说比较意外，啊，嗯，因为这个正常来说呢是稍微亏一点点，哦，黑棋稍微亏的，黑棋要亏一点，如果说是尖一个啊，我们有时候会看见这样的白棋如果先尖了一下以后再搬，哦，然后再，黑棋可以搬，哦，白棋搬的话呢让他吃吃啊，我就再转三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多了这两个交换，黑棋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两个当然白棋明显是亏了，吃亏了，等于说我走这个的话，你这个鱼形和我这个交换一下呢明显是亏，嗯，这样的黑棋是还可以，但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呢还是局部来说还是白棋不错，因为这个黑棋啊活得太小了，白棋再打一下是吧，比如说这个目数很小啊，而且这个外围来说呢，白的这个力这个力就等于呢都是先手，嗯，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嗯，局部而言我觉得是白棋呢成功的啊，白棋成功，那么黑棋这个，但是他谢克这么选择呢也是典型的一个先捞后吸啊，就是说你这两块外事我中间来了一个，能不能攻倒，啊，他觉得这样呢黑棋也配合呢，就是说也可以，嗯，白棋先，这个子分头在这儿也没有那么好攻吧，嗯，可以那么攻啊，所以一个白棋先拆一个，虽然没那么好攻嘛，但是毕竟黑棋这个效率还是不太高，因为你这火搅活的还是总觉得有点小，有点是，然后黑棋尖顶，不，黑棋和白棋走这先搬过一下，然后呢一个，然后它是尖顶，然后是尖顶，对，在这个局部白棋是不能落后手，嗯，搬，因为这个尖顶目数还是很大，因为这个一顶的话就冲完一顶的话，对，黑棋是没法搬的，啊，它只能粘回去，这个怎么缩，啊，这缩起来它只能都不知道怎么缩，怎么弯一个，那这两个打太，你到这边还有个，你缩在这边，反正就说这个很明显价值是非常大，把这个走了，先抢再说。对，谢科也是很明显，今天的策略就是先捞实控，然后下一步我们又力量来出招，我们又学一招。对，这个对于这个局部，以前我们可能都是这两个打入，现在又多了一个，以前就是说是这个打入和这个打入。是吧，这个打入可能不太好，就是以前就是这个打完班呢，打吃完，对，你吃完再虎回去，嗯，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走在这，啊，这个也是在以前是有的，那么现在呢这一招啊是跟这个也是跟 AI 学的，这个局部的手筋以后就靠在这里啊，这个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嗯，可以记住吧，这个是非常实用的招法。黑棋搬，白棋再顺手连扳，黑棋如果立呢，白棋反正就跟着贴，这个也是黑棋。哦，那就相当于点了。对，你反击。黑棋是，嗯，对挡下来的。挡下来，那么就贴这个作战，反正有点累啊。嗯。一旦被分段的话，这两块棋肯定就都有可能是孤棋。那么黑棋最完成手法呢，只能是连扳了，连扳。啊，连扳的白棋也是可以满意的，打吃。
然后粘回来，粘回来。那么这个就只有吃，这个肠因为它挡是鲜熟，这个是，那只有吃，那么再滚打，踢掉。这个几乎成了这个局部呢必然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它断打皮，粘上，白棋呢就厚实的打住。尝一个。压过来。压过来，这都局部成为一个必然的招法啊。冲五。提掉。提掉压。这个走完了以后呢，由于这个地方有个斑啊，或者是先手斑斑，黑棋呢还必须走。那这一走了一串以后呢，对啊，这个定型应该来说还是白棋肯定是得分的啊、哦，因为白棋把自己都走后，白棋等于来了一排这个，嗯，黑棋来了一排这个，哦、这肯定是。肯定是就是说白棋是便宜的啊，这个。那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黑棋差了一手棋。对，黑棋因为白棋逼住，黑棋是脱先了。对，脱先了，就是说因为特别是逼住以后，因为白棋这里呢还有点厚实做背景，黑棋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敢轻易的去反击啊。是。那么前面一看呢，虽然黑棋捞了，一直在捞木，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木数啊捞的并不多，是吧？这边都是二路空，这个角呢也很小啊，就大概这里，看起来稍微像点样子。白棋呢，虽然暂时看不到空，但是白棋两个还是很厚啊。那么接下来怎么攻击这中间这几个子啊，就是个问题啊。那么实际上选择的是，向来确实进攻啊，都是一个挺考验人的，因为首先呢，你得先看对于这三个子吧，况且也把这个子也算上，是应该是这个攻击的方向是什么呢？让他就地做活，我外面给他封住，还是？要给它攻起来，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好像给它攻起来不太可能。这个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是攻击为什么难啊？最难的是怎么做这个决策？对，比如你说我是把它往外攻，还是把它压缩在里面？对，或者是一举给它吃掉？这个就是说，决策是最难的，因为可以是手法可能说不是太难，比如说我要从外面攻你，比如像它这个尖冲啊，甚至于震啊等等。都可以啊，靠这个都可以。那么从里面来攻呢，我就把它收掉它的根，收根。招法不是太难，难的就是这个判断。那我应该是外面攻你好，还是从里面啊把你往外面赶好？你看这种情况呢，有时候呢，你往外赶呢，等于就是把白棋的势力里赶。对。攻得好，可能他死了；攻得不好，他就在这一活完了，我这个全两串当官了，空了，是不是？那么我把你压缩在里面啊，你是活了，活了，那我够不够空怎么样？就这外边这个，如果是把这个后势都变成空的话，这个也是确实是个。这个到底要围多少才行啊？因为已知这个角也就实木棋。这个角和这个角就算底掉吧。对，那反正是就算是二路边，然后这还有，那我这个中间要围多少才够？应该来说还是白棋，因为这个算七子七个嘛，七八目棋，这个算最多最多五目棋了，四目多一点，七目半加四目半就算十二目吧，这里是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十七，就算三十目棋，这两个呢算可以算底掉啊。对，那三十目棋呢？那白棋在这里就成个，我如果能成二十五目获得先手，就足以这个满意了。所以他这个。点在这呢也是应该来说是正确的啊，现在确实是白棋形势不错。行啊，就差啊，他就准备呢把你关在里面，让你活得苦一点，我把外面呢封住。是。黑棋尖。那么我现在先点一下。好，先不能让他活得不能让他活得太简单了，是吧？点一下，然后再封你的头。那这个地方。还是黑棋只能在里面去做活了。这个时候呢，黑棋我就是说，外边它也一个比较这个，大的问题手吧，我觉得是。这个棋黑棋啊，无论如何呢，还是要能往外钻就往外钻。那就靠一靠，糊一糊。对，就靠一个。但是，这是基本的觉得这个您出不来呀、啊。那我能往外拱一点是一点，这个。
因为你现在挤过去嘛，意思也不太大。哦，这龙往外活一点，顺一点是吧？他就搬这个是吧？嗯，这样的话，你打就滚打，滚打了算算。这一带，反正如果能拱出来啊，这个活的这个白棋呢，它不太好收出。是。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棋我觉得还是上早吧。嗯。那么黑棋这步棋，我觉得是问题确实是非常大啊，黑棋立着呢，这活在这个里面实在是不太可能。这个活了也是非常的小啊。他可能想着这个立的时候，是不是白棋要拐一个，然后他再……那你交换一下也亏了，是吧？嗯。那么白棋继续收瓜。这时候黑棋还是没敢，黑棋搬虎，那么打完以后，这个扑是手筋，先扑一下手筋啊。哦，让你这个眼变成了假眼了。嗯，因为你不扑的以后，这个地方有个眼是吧？对，还有一个后手眼。现在扑呢，你只能提，你不能。你不能粘上它，对对，因为它提了以后你还是断不进去。哦，对。有没有？这是交换一下。哦，那这个眼就没有了。那么呢，还是只能缩回去。嗯，对。做活。那么白棋呢就，这个分数还是非常的大。这分数，分数以后呢，一个呢是这个挡呢变成先手，这里面呢牵了一个沙子。一个脚没活。哦，第二个这个封住以后，对，他这个现在25目就是差不多真数出来了，这个就基本上是实控了。嗯，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来说还是白棋啊，明显的应该来说我觉得还是优势啊，优势是多棋盘还广啊。那黑棋打吃，确实，如果这么说，这样被他一封就变成实控的话，那刚才真的是能钻两下，都是钻的是他的空。对对对，能钻钻。对，要是仅仅是外势，那是也不一定非得要钻。那要是实控了，那肯定还是要钻一钻。打吃，挡一个，然后他要去补活。补活啊，这样呢就牵了一个挤的变化啊。哦，那这个脚还是人家的。对，以后随时可以杀吧，但是现在杀不够大。嗯，现在打，但这个不能长了啊，这个长被压。那这个我也走一走，那这中间的这个潜力可能白棋就真的就没了，吓着吓着。嗯，打了长，这个倒是就是这个中间实力是越来越大啊。黑棋当然也不能着急啊。脚上呢，现在暂时20多目棋的官子等于单做一个啊，然后白棋点，对，拆一个边，应该是下的还是很不错，白棋应该还是一力量还是一如既往啊，这个跟第一盘也是一样啊，这个是开局都是下的非常的好。当然了，这个谢科呢，就是他的强项呢，嗯。也是在后半盘啊，也是在后半盘，这个本身这个布局就不是他的这个强项啊。他如果能他的棋就是说，如果能够在前面维持住的话，那么后方你只是说进入他的擅长的领域了。嗯，那么飞，由于这个地方拔掉以后啊，这边价值变小，如果还老老实实跟着硬的话呢，白棋就来数两下，这个地方。就随便这么一走，就随便走走吧，就老老实实补一个它，就因为你这个薄了以后啊，进不去了，走不远了，这个路这个步伐迈不远了，然后它就，那么这边呢下子比较小嘛，那么它现在不过被人家点一个的时候，它飞一个也是蛮有想法的，一般大家很容易就被这个二选一，这个方向正确吧？应该他说是，就是说这边比这边要大啊，是。但是作为白棋来讲，冲下去还是很大的。这冲下去这个角，然后呢，飞起飞，拆一个。那好，这以后再过来，再继续点。但这个本身呢，也应该来说，就
局部而言不是好棋，就全局肯定这个时候呢当务之急呢是应该中间比较大，是应该跑到中间来削它、啊、削它。但是呢削它的话呢他反正以后他觉得还留了一个巨大的啊，他反正攻过来以后呢还留了一个巨大的，走完以后这里也不安全，他彻底啊贯彻了这个前面的这个思路，干脆是先捞后洗、哦、干脆就再捞一个，再捞一个啊，反正你这碰最后呢我就往里一扔、能不能活，对，能不能那就一战，对，一战嘛，决定胜负，对，一战决定胜负。这个时候呢当然、不是最好的招法，但这个策略呢可能是哎比较保持连贯、哎、对，比较实用的。对，那么白棋，但是任由白棋这个大模样的这个发展、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风险的一种选择。好，这个白棋下得很好，横着黑棋插。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是应该来说下到这步棋之前应该来说白棋发挥应该来说是完美的啊，可以说是完美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是都是就是说高则在负一样，这个大局都很清楚、那么走到这的时候呢也应该来说白棋啊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这那么这个点完靠完这个继续，对、这个鸡应该来说是连贯的一手，就是就老老实实粘上嘛、这个棋这里棋只要一变厚了，这黑的进来啊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现在对现在可不敢先走这个了，这个肯定就这被一分段就随便走一个，这个直接就确实太危险了，就已经死在里面了、嗯、但不走这么深，你走这个的话它就飞一飞，这个怎么首先怎么连怎么这里还付出点代价，最后它可能攻击完了便宜两下以后一围也够了啊，还是很大的一块，这非常大，十啊，二十，二十五，三十，四十，四十五至少是看得见的。就是说一切的这个都很连贯嘛，这个点的压都是应该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啊，很好的棋。他觉得围围是围不够的，不是一力良呢，可能还想追求更好的招法。但就是反正当然这个就是说也可能是在谢科的计划之中，我再捞一票是吧、我就然后再扔进去啊，我你真的能杀了我吗，而且就是说谢科好像也有一点点这个习惯了的，这就是说呢他可能在这个时间上可能他觉得就是说一力良后的时间肯定是不够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干脆最后呢给你一搞搅乱啊，搅乱你没时间了啊，你罚点还是不罚点，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人呢一犹豫啊你不知道，或者是这边确实他这个白棋也不够厚、黑棋有没有可能啊，这个应该还算了够厚了这个呢就是说呢是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肯定啊从棋来说我们不说别的原因，就棋而论呢肯定是白棋呢应该说是明显的优势，是但这时候呢突然呢有一点点变调，他现在去靠着的哦，他希望在脚上是不是先手，如果做成眼他不在这边粘了，他就在中间这边下，他就想先手做活先手补强了以后啊，我再加一刀，对、那这个肯定再加一刀就都是白棋的了、那我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踏实。不过呢这个有点太一厢情愿了，比如说他想啊，我这一连扳啊，你是不是吃啊？这个是正常吧？哎，那我就粘着先手了、对，那如果这样的话，确实，我这还要打你呢。那你等你走一个以后，我再，那我就，如果你不走，你稍微一退让，对，那我就已经活棋了，我这个就不走了。是，但是黑棋是肯定是不可能啊。就是说再如你愿、再如你愿的，那么这个反击呢就从必然了，对，从这个肯定是我觉得谢科几乎可以说是，但我们只是这个臆想了，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秒拍下去的，这个是这不可能再跟着这个让白棋这么舒舒服服的，对，如果是在里边再硬的话也硬不好了、反而还被白棋考验了、那么白棋扳黑棋这个反击的很坚决啊，
这个也是体现了因为这个谢克啊，这个胜负师啊，也是可以说就是说这个高手在这种场合这个决断，虽然看上去局部是大损啊，是吧，目数是大损，你自己脚被人家活得这么舒服啊，变成白棋的脚了，但是呢我这两个虽然没看到目，但是后对一会儿我可以多扔进去一些，所以为这个进去呢做了准备。那么再一个，这一下子外面的厚薄啊完全的就不一样了。那么走完这一走的话呢，你白棋杀我是不现实了，怎么那你往回缩，对，要让围就也就围到这儿了，那这个明显的可以说呢是这个白棋啊，这个出现了这个一下子就是出现了大的失误啊，局面啊一下子就完全乱了，就看不清。不能说白棋不好，但是呢肯定就是说已经能完全就是说局面呢乱了啊，在这个地方这个一瞬间啊，这个当然的这个谢珂这个也是很敏锐啊，弃掉这个脚上的目数。是，确实他如果跟着扳遭到白棋再一连扳的时候，黑棋也不太好下，对，那到底是吃了还是沾上呢？其实无论怎么样好像都要被人家便宜了。那么现在他长，对，这个头长出来断一下，这个呢是也是个手机断一下呢，确保这个以后这里可以挤进去，有挤的这个手段。嗯，然后现在把这个脚活了，反正这个长呢和这个两个的目数呢差不多，白棋呢还是得对攻他啊，总得攻击啊，这个不能就窝囊的守啊，对，人家不知道怎么守。但是现在在攻的话，我觉得人家这边厚了嘛，人家就离家就比较没问题的啊。就是首先白棋呢不能守，因为守的话，这个黑棋呢就顺着走几下，黑的有可能围的比你还多，这个、自己黑棋也有潜力了就。嗯、这个地方黑的有可能比白棋围的还多，所以白棋不能守、嗯，那么他肯定要先攻击的。是。那么攻击下呢，比如说你先老老实实走，对吧？那我就顺势飞，或者是贴等等，啊，就或者跳在这也行，这里还瞄着这个断点。反正总之而言呢，我先把这里便宜完了，然后再收回去，对，再走一个啊。嗯，那这个是白棋的理想图。但是谢珂这时候啊，充分展现他这个后半盘的这个实力啊，这一断，哎，断，反咬一口。啊，这这是想还看着白棋这一块吗？对，不是他就是说，岩石缝上要长草，这个就是说，我们看是哎呀，黑好像白棋一看是很厚，对啊，看着这应该是白棋的一个大模样，啊、黑棋这个子要去做活的。他不光是普通的思路跑，还要找你的麻烦。那如果这一段，因为这个地方呢，对白棋这个地方瞄着白棋，白棋这地方只有一个后手眼，是吧？嗯，你立刻先手。嗯，那么这个如果被我打一下的话，那立马就是这一根大棍子就要变成孤棋了啊！这个要都被走到的话，你等于这一串只有一个后手眼。确实，白棋眼位不足啊。那你白棋就必须呢，不能轻易让他打。如果你单退呢，你这个地方啊，它这个缝隙啊，它要给你钻出来。嗯，这一般的话你就没法断了，因为断被夹的话这个就不行。那可能就等拐一个。拐一个它再连扳等等，这借用就很多了。是。所以呢它还是要先打一下，是吧？对，先拐打一下。先打一下。黑棋然后。长出来、这个。长出来。白棋呢再贴。这个不能被打，千万不能被打，保持着自己这边的眼睛、好，那么交换一下以后呢，他再一飞过来，这样呢就是说黑棋它不是简单的逃跑，但是走一个以后呢要给你制造很多麻烦。嗯，那么战斗呢可就是说呢是白热化了，靠断白棋呢，这种时候就是谁都不能说、一说就是一泻千里，是吧？是，只能靠断。两军相遇，勇者胜、所以说都得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到了这个时候呢，然后黑棋退，应该来说啊，棋局呢刚刚进入这个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个战役好像就要
分出了棋局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前边吧，虽然呢都有一些小的战斗，但是好像都是有点距离的那种，就像是最开始的这种。但现在呢，是真的是大家就是短兵相接，对，互搏了开始。这个就是说，但这个地方呢，我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不好不便多讨论啊。就是这个应试规则到底啊，这个就是说，时间上合不合理啊？往往就出现这种的时候呢，附加的局面就出来了，时间。那如果现在是这种战斗局面，不是刚才您介绍，那我就花两点，然后去换20分钟。这个就是，这个也是对棋手啊的一个，就是说额外的一种考验吧，可以说是这个是，两跳啊，白棋啊，伊利达这时候呢，还是下的是确实是非常的有个性啊，我和日本普通的棋手绝不妥协啊，这个也白棋也是最强的，白棋呢也绕过来吃你，这棋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了啊，这就是大家在时间还互相紧张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咬着牙绝不后退，反正谁也先别连回家。我可以让你连回家，但是你得先让我便宜完了啊，我在这个跑冲，这个时候完全就是说张三啊，顺手点一下，对，这个是当然是，顺手的便宜，不能错过。然后再冲一下，那黑棋也不可能啊，让白棋就这么舒舒服服的来一下，是吧？这个要舒舒服服的来一下呢，他肯定不肯。为联络还得有这样，我看黑棋怎么快连回家了呢？不连回家没关系啊。我这个你这个地方都有点烂了，实在不行完了我就这时候回头了，还是刚才说的那个白棋我就把便宜得了，我再回家，那黑棋肯定也不干，吃棋也先提啊，我先在这里都便宜了。那这个地方一会儿要，应该他是现在是不敢断啊，现在因为这个拐的是先手。这要打，这要打啊！这还有个断，这是有个扳的这一代先手，他这个现在呢是不敢断，但不敢断呢，白棋也不怕，他就先点你一下，点一个。那么希望啊，那你张上啊，先粘回来啊，这个咋是不能冲是吧？但白棋呢，他也觉得呢没关系，那我呢就是说呢，把这一代以后呢，比如说补一个怎么样呢？收住啊！实际上呢，白棋还是要把这个空呢收回去。那收回之前呢？先尝一下啊，还是想便宜一下。当然，那这个黑棋是绝对是，觉得黑棋也必须反击。这不是也挺安全的，连回来了都。不，他就是肯定不会，这个不会就是说被你白白走一下。其实白棋可能直接补一手，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考虑。这应该还是个很细的局面，这里还是以后有冲，但是补在哪个地方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具体不大，就是一下子没看清啊。其实走这块，因为这个冲有断打的味道。是。这样棋局其实还尚早，可能白棋还是不错。嗯。因为毕竟白棋在这个地方，脚上呢还是得了很多。这个再想便宜一下，那又被一冲，那肯定不行啊。那黑棋肯定不会走这单关，先冲的话呢，这个断点等于就没有了。对。我先冲这个、但是这黑棋什么子都要连回来，我再冲，然后你呢就一直强调我粘回去，但是呢我粘回去的同时我先冲几下呢，顺便也把这个断点补了，然后再粘上，这样这个地方呢虽然暂时围，但是还是没有围得太牢实的，以后还是有这些的味道。然后白棋现在靠下 来，然后黑棋呢，先走到哪里打了一个将，还顶住啊！反正这个都是谢科也是，反正是都是用最强的啊。那么时间上呢，明显是伊利辽用的时间长啊，他就是首先把棋搞复杂，然后逼迫你呢，先那个先罚个点啊，你肯不肯？这个时候
白棋没办法自由发点了，因为还是太复杂了。那么反而的话呢，这两点还是很大，白棋先都是想先便宜对方一下。对，这个顶一个，我看他就跟着硬也没什么呀。跟着硬，不知道他可能是不是要反击出来。反正我是长还是立。但是他这个跳，你有可能这个就白扔了。哦，那我可能得长跳啊。他立也跟着，但是你这个地方不清楚啊。他现在瞎写，我也想便宜你一下，你也想便宜我一下，反正谁呢都不肯被对方便宜。长。啊，然后他想搬一下，这也不给你搬得早，这些科真的是，对，还要后半盘非常的凶悍，而且是他这个又快又准啊，这个以前呢是这个准管用，现在是今天呢这个快的 也管用啊，因为这个反正我这个棋明摆着了，等于就是说你超过了三个小时之后这个对。就要罚点了嘛，所以说这个快也管用。首先少推两目、嗯。但是如果在三个小时之内快就不管用了。嗯。因为这个时候嘛，他知道对手要那个，一般就是肯定是调最复杂的，而且是最快的，不给你思考的余地啊。这个时候快呢，就是说也是有价值的。然后打。好，这样反杀。好，嗯，冲，冲着打，他在反杀中间，但这个他可以靠，这个杀倒是也不见得杀得着。他就退一个。退一个，白棋九虎，他不肯把这一下走掉吗？走掉会跟上面死活有什么关系呢？走，如果走完再虎呢？啊，走完再胡。反正他是白棋是连回来了。他会不会让这个变成先手这种牌？如果张善是先手的话，肯定是无法接手。但这个打不着。如果先手连回来，白棋是无法接手，这个不一点。嗯。他可能不跟这边是不是眼型有点关系？那我跟你说，就是、那你这样，可能就吃掉算了，让你连回去，是吧？这个张氏先手、哦、他这个张氏先手的话，这个白棋肯定无法忍受，嗯，他可能就不肯，然后就走这个。那么如果你走这个呢，我再冲，但是呢这样又有变化了，黑棋呢会拐一个，是吧？拐一个以后白棋是走哪来呢？白棋是肯定是要挖吃，然后吃提掉，然后我、哦、这样形成一个转换啊。那应该来说还是明显是似乎啊，这个是黑棋呢收获更大一些、啊、这里虽然白棋提了不少，但黑棋呢把这个吃了、嗯、但总体战斗呢明显应该还是我觉得是黑棋是便宜的，毕竟当初黑棋相对来说虽然多了这两个字以后黑棋是也是厚一点，对，但毕竟来说黑棋是被告的立场更多一些，然后黑棋吃然后这些目、嗯，这里损了不少、哦、白棋这边涨了一些，但白棋把这个吃了以后呢，还是局面还是其实是挺气的啊。嗯，大杀小输赢，那么小输赢这时候两点就太大了，关系很大，太大 了,、嗯、太大了。嗯，形成转换以后基本上这个局面就比较紧了，再看几个大关子啊，这个走完以后，这个就一下子打拔，局面就打拔白棋要张三吧？他刺的吧，是吧？哎、啊，啊，先刺一下啊，先刺一下，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是吧？嗯，然后就张三，他也张总是要张的吧？然后黑棋挤掉，哎，这个当初断的手筋、嗯、就看出来了，挤了，白棋张。黑棋、啊、飞进去中间是吧？啊，这个飞总是可以的，飞完了贴回来，贴，哎，飞完了贴回来，对，嗯，这个还要搬进去，啊，搬进去还能，能搬进去？这个确实是没有注意到，动不了哈。哎，他这个等于叫搬了挤了打了。再打的话一滚打这个就不行、oh. 所以医疗看得也很清楚，先立、先把这个挤的先手走到是吧，团他没有他、啊、他要反击了，
哦，谢科还是挺能搅的。哦，这个地方也不去做活，还得是，等于是后手啊，立了个后手。你走这个，你走这个，他这团总是双活是吧？这里边，嗯，双活。哦，他立了个后手的话，那不是，那不就等于是停了一招？那他干嘛不退一个？啊，这个谢科趁着他读秒捞了一把，那不然肯定，就是他退一个不白棋不赢了吗？就走个后手干嘛？那这样肯定白棋是赢了。哎，那等于就是说这样打完了以后粘上它断掉。哎，那这个地方不就等于它连扳的吗？它没退等于它连扳的吗？你就这么想也倒是也对、啊、也还好是吧。没它先没断，它先跳了一个，这个是先手。嗯，再换几下黑棋要粘回来。嗯，然后这个倒是也是也不损。对，这等于一样了。一样差不多。打吃张杀。那么现在再飞掉。这个是明摆着的大关子了啊。再飞掉。让他退回去。打吃。等一下。然后把这个扳粘了。嗯，这个现在几面就比较简单了，就这个中间啊、哦，刚才不对，这里先走过一个，这里之前走过的啊，很少的。这样的话，这个中间等于就是说，等于扳它本身是断不了的。对，它就是只能连扳。啊，或者退啊，这差不多，那等于亏损，可能退一个也比连扳好一点。退一个你粘了，我可能暂时可以不走，收别的关子。那样变化呢，肯定比连扳还是要好。等于他打了粘上以后呢，白棋不走了，等于这两个是他的便宜。但白棋等于跑到这里去，走了一个，这个价值不大。哦，这个地方。对，这个价值不大。哎，这地方哦、嗯，没事。那等于就没有关子了，现在等于他把这个立掉，对，立掉把这个立了搬掉，嗯，只能是这样的，好，那么黑棋就长掉吧，把这长掉，这个是先长掉了。那现在应该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子了，就那边有一点。那这个棋呢，反正虽然后面还是下完了吧。但是这个最惨重的就是主要是罚了两点，黑棋是最后是三点胜啊，三点胜，等于说如果不罚两点呢，就是等于是一点胜，这个应该来说还是一盘很细的这一盘棋。是，那看来跟罚点其实也没有改变这盘棋的胜负，好在是这样。好在是这样，如果就是说改变胜负的话呢，就更加冤了，可能和第一盘还是相似啊，伊里辽也是下了这个半盘的好棋。是，那但是呢，谢科一贯的展示了他强劲的这个。后半盘是，这个是我们再次首先恭喜谢科、再次进入这个世界大赛的决赛。那他的对手呢将是申真旭。那这盘咱们这个棋局结束之后呢，也对咱们的中方棋手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咱们一起去看看采访。那个恭喜谢科，那个是第十届决赛。先简单聊聊这两盘棋当时的过程。整体感觉发挥也算比较正常吧，有可能是因为比赛比较重要。然后第一盘的时候，我觉得前半盘发挥有些离谱，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落后很多吧。但当时下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就是当时觉得棋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说后来也算是比较幸运获胜。这一盘的话，刚开始中间的时候就整体就刚开始布局的时候有可能又吃了一些亏，就是在做活那块的时候好像有些不算，对，上面那个地方就是跟我的预想还差一些，就是差块死活。然后后面的话中间的时候其实有一度又乱了，但是
后来好像自己有点就是有点求稳了。其实我当一开始中间的时候是感觉自己形势还不错的，但后面第二项目好像并不是这样，对，就是自己棋形有点薄，然后没有计算进去。最后的话他好像是因为就是要罚点了，所以说有点慌乱，可能本来应该还是盘半不胜负吧，对。这个还是那个决赛中还是碰了一个申真学，那个申真学跟你也是队友吧，跟他应该也不是比较熟悉吧，这块说说着然后申真学吧，对他的印象。对，因为可能就是一些原因，就是交手不是很多，对，再说我们俩不是一个队的嘛，就是围棋也没有机会对上，然后其他比赛也就只下过一盘，对，然后就是他最近势头应该算是比较猛吧，去年胜率好像也是超过了就是李昌镐，对，然后看了一下，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交手，然后了解的话也不算是特别了解，对，因为交手不多的话这种还是得比赛下才能更加了解一些，对，然后我们交手应该不算很多，对，不管是网上还是小样。对，这个你现在有进了两个决赛，一个是孟买合伙的，一个是英式杯，你想该怎么备战这块，怎么样就想象的说对自己这块有觉得有什么不足啊，或者说哪方面稍微强点，或者自我做个倾向吧。这回发挥内容其实我不是很满意，对，然后整体的话感觉都是以逆转居多，然后希望自己能在前半盘加强吧。对，然后还比赛还应该还未知吧，现在还没定啊，这几个月你会什么对战的做哪些准备啊？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什么国内比赛，就是在过年前，因为可能就最近比较忙，然后回家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对，然后备战的话等休息差不多以后再备战吧。谢科呢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呢是两次进入了世界大赛的决赛，一个呢对手是韩国棋手申真旭，另外一个呢是中方的选手米玉婷啊，我想呢这个接下来呢他肯定要好好的备战这两大世界比赛的决赛，特别是应试杯吧，这个更加重要啊，因为是四年才一次啊，而且是对手又是这个真正的两个中韩两个最强的00后的对决，这个我想是大家更加关注的这个焦点啊。我们也预祝他在和申真旭的对决中呢，下出这个精彩的棋局，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是啊，那最好呢是能有一个他满意的成绩。好的，那今天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大家再见。